这个季节麻辣好吃的下饭菜还是得水煮肉片，猪里脊切成薄点的肉片一定要顶丝切，顺丝切塞牙还咬不动，然后加入一个鸡蛋，再加点盐、料酒、土豆淀粉，搅拌均匀备用。完了锅里加葱姜爆香，加郫县豆瓣酱火锅底料，炒出红油，再加入生抽，再来点蚝油，这些调料都咸，就不用加盐了。加入清水，大火烧开，下入自己喜欢吃的油菜，烫熟以后捞出来，放到汤碗中垫底，再把肉片倒入锅里，开大火，边煮边用筷子搅拌一下，防止粘到一起。肉片煮熟，我们就连汤带肉倒入汤碗中，加上点蒜末，再来点辣椒面，放上一小把辣椒段，泼热油炸香，最后撒上点葱花或者青蒜末都行。老弟主页分享了200多道美食了，如果有哪道是你喜欢的，麻烦帮老弟点个双击，有不懂的给老弟发消息，老弟看到了马上回复你，感谢支持。